这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班级。304就是一个胡闹的班级。304上课不要再削水果。我不是慧颖，我不是玉云，我一直是玉云，我永远是慧颖。日报纸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笑死人！笑死人！笑死人！你讲光速不塞的不行，叫你跑步不是走路啊？哎，要不要跑一下？天气那么热，采访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来？采访还没来就是要偷懒呢、啊！这么大声，等下采访听到就死定了。军委开一下网路，多开一下，很小气耶、欸！不要啦，我剩下20%哎、欸！军委小气耶、欸，太差了！军委，你可以借我网路吗？拜托，借我们一下，拜托啦！好啊，妈嘞，不是说快没电吗？各位同学，你们呢、啊？这一次断考哈、是毕业考，是平镇高中最后一次考试，你们还考那么烂，而且是最后一名啊！那大家平常都不读书啊，干脆去吃屎算了、啊。不好意思，没关系。三年四班，不好意思，现在几点？你们班待会已经要毕业典礼预演了，你们班在搞什么鬼？Just a little bit caught in the middle. Life is a maze, and love is a riddle. I don't know where to go. Can't do it alone. I've tried, and I don't know why. Slow it down, make it stop.